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早晨的7:16了，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你在使用瓦斯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使用上的细节跟安全呢？因为呢在前天台中的知名商圈逢甲夜市发生了所谓的瓦斯使用的时候不慎造成了这个瓦斯爆炸的这个事件，造成了一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这样的惨剧之下，让我们也必须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样才是安全的程序？万一发生了这个瓦斯这个气体外泄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特别今天早上我们要跟您连线的是中华民国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吴维修。哎，理事长您早。大家早，是，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哈。哎，潘 Sir， 赶紧交流。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哈。哎，这个好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瓦斯使用上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哈，要么就是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要么就是像昨天前天发生这个爆炸的事件。我们先从这个爆炸事件来看好不好？就是说哈，在这个使用这个瓦斯，你打开瓦斯或者你在换瓦斯钢瓶的时候，万一像这天这个新闻上面说，它是因为瓦斯瓶倒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整个那个开关呢就脱落了，然后瓦斯外泄。到处都是瓦斯味，这个时候店家应该怎么办？或者说这个发生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看到这个业者说啊，贴电风扇来吹哈，拿着电风扇来吹，这样可以吗？那当然是不行了。哈，因为首先我们来讲到说这个逢甲商圈这个问题，它第一个错误就是说它没有把钢瓶固定好，它没有去固定好。造成说这个钢瓶掉落到地下室，然后断那个开关阀或者什么东西断坏掉了之后，一直造成外泄。那造成它外泄之后呢，它又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赶快把阻断电那个瓦斯漏气的部分没有把它阻断掉，然后也没有远离这个热源。那我这个应该想到说，我们燃烧三要素里面，有空气、热源跟燃料嘛，瓦斯钢瓶掉下去漏出来漏外泄的时候，燃料就已经有了，空气也有了，一个热源就是火源的问题，是他又把它插电风扇，不小心造成它火花，就当然这个爆炸就难免一定会发生了嘛，那像这种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最好钢瓶是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是比较好的，还有再来就是说要远离热源啊，也要装设这个漏气警报器，这样的话还有你使用的一些这个配件都要符合国家的标准，检验合格的标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昨天那个逢甲商圈这一件问题遇到的时候呢，首先要先把这个漏气的部分要阻断它，要把它关闭掉。如果说没有办法关闭，在地下室一定要赶快拿到外面来。然后再来就是说，赶快把那个火源、热源部分赶快把它清除掉，不要让这个继续。因为我们有一个瓦斯，不是说纯瓦斯就可以爆炸，它有一个爆炸上下限。大概是1.8%到9.5%，这个 range 里面，才会爆炸。这个是低于1.8%也不会，高于9.5%也不会。这个是指这个瓦斯在空气中的浓度的意思是吗？是，对，好，因为它必须，如果是纯粹是瓦斯的话，那绝对是点不着的啦。那能够的话，就是说在这个1.8%到9.5%这个部分呢，是它最喜欢的这一个混合浓度就会产生爆炸。那个逢甲商圈这个部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一个程度。那像前天这个状况，就是说它的瓦斯都是放在地下室，地下室可能第一个通风设备不是那么好，那万一已经在地下室扩散了，这瓦斯已经扩散了，那我们又不能拿电风扇来吹，
也不能打开那个抽风机，对，因为抽风机也是电啊，也可能会引发爆炸嘛，对不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要就是自然让它等它散去吗？当然一定是要让它马上通风，降低它的混合浓度啦。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去降低，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办法有那么足够那么多的那个知识。当然你要赶快把这个漏气的那个地方赶快把它关掉，阻断掉。阻断掉之后呢，然后不要发生火花或者说热源的地方，好，然后赶快打119。是。当然要打119，要离开那个地方去打，而不是在地下室打，有可能也会有火化产生或是静电，这样的话那就更糟糕了。一定要离开现场，到外面来打电话，打119，呼叫119来帮忙。119到了现场之后，他们会根据现况去判断，他们会做，比如说用排气阀，或是说他的那一个用水雾去把它驱除掉这个浓度，这个都是他们在抢救的一个方法。一定可以把这些危险因素把它去除掉的。是，就也千万不要忘记，也许你会当时是手足无措哦，那么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办法，赶快让最专业的119啊消防队员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如果当初他们想到这样子就好了，就不会白白让这条人命牺牲。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早上为您连线的是中华民国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吴维修。吴理事长告诉我们，事实上呢，他们接触过很多很多的业者，那么在特别是这样处理这个瓦斯气体外泄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该注意的细节，像比如说瓦斯钢瓶，你本来就应该先固定好，如果上下搬运，那特别当然是要注意搬运的安全问题。还有啊，当这个开关阀断掉的时候，你要赶快要采取哪些措施啊？特别是注意储藏这个瓦斯钢瓶的地方，要注意这个通风，还要远离热源啊，千万注意不要在那个地方使用电源，不管是插电的电风扇也好，抽风机也好，甚至于连使用的手机都要注意啊，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酿成这样的意外。所以李长，我接下来想请教你，这是在这个一般的商业的卖场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家里面呢，最常见到的安全问题又是什么？在家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避免如果已经有发生外泄的情况，要赶快把它关闭这个瓦斯，再来就是说要远离一些，避免去碰撞到电源啊、开关啊，或者是说电风扇这一类的电器产品，然后不要去产生火花，开窗户要慢慢的开，赶快让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环境赶快有通风，让这个浓度赶快下降下来。这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要赶快打电话请专业的人来了。就是这样子。是，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就在冬天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那洗澡啊，因为是这个瓦斯可能放在密闭的空间，于是乎呢，一边洗一边越洗头越昏啊，像这种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也宣导了好多好多次了哈。可是现在就你们所接触，真的还有人真的把家里面的热水器啊，连接瓦斯的这个热水器，就放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真的还有这样的状况？真的还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不算说是很密闭啊，就是说他把热水器放在阳台，他以为是阳台这样子就通风了，是，那可是阳台上面你加装了一个铁窗，那个铁窗就有一点点阻隔空气了，然后你又上面挂了好多的衣服啊，等于说那个现场那个通风环境就是非常的不好，那这样的话，那当然会燃烧不良，会产生一氧化碳啊。那一氧化碳的话，我们空气中如果一氧化碳太多了，会受不了，我们就会慢慢的会有这个失去意识啊，会有中毒的现象产生，这样子。这个恐怕更可怕，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所探讨，在商业卖场里面，你可以闻到浓浓的瓦斯味，可是你一边洗澡，你一边是闻不出来的耶。所以说，我们居家绝对不能把所有的窗户全部都关起来，再冷都不可以，再冷都不可以。就算说你今天不使用瓦斯，你在
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把所有的窗户都关掉了，门都关掉了，在那边吹冷气。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会慢慢的降低。哦，这样子，也就是说现在是夏天，大家都吹冷气，都把那个窗户关起来了。哎，这样也最好不要这样子。一定要强制换气。嗯。哦，你像我们开车有没有？对。开车不是有一个，一个是室内循环跟外面的空气对流这个开关，嗯、对不对？对。哦，对。你随时在使用，当你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你当然你把它想说，那个密闭空间空气出不来进不去。嗯。我们的空气含氧量是21%，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不错。可是慢慢的，因为我们吐出来的二氧化碳会把我们的氧占掉了，是好占掉了，稍超比如说我们氧气低于17%到15%的时候，人就会有这个开始会不适应，有一点感觉了。好，那这一下去就更糟糕了。了解，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中华民国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吴维修。理事长跟我们分享很多你在使用瓦斯钢瓶或者是使用瓦斯的时候该注意的这些事情。理事长，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非常宝贵，谢谢您哦。好，谢谢，谢谢，嗯，谢谢。